5:57的时候录制了一个梦。好像在医学院里边。检查宿舍卫生吧。我想想啊。最简单的东西都没有，反正就是可能刚开箱没东西。检查卫生，然后呢，有个高年级的一个人，一个男的对我说，哎，他说有个人，一个人看上我，哦，不过是个男的，我想问呢是什么情况哦？他说他哥们怎么样才，然后呢出去呢。又说起那事情了，说起的时候呢，我说不对啊，你说介绍对象怎么是个男的呢？介绍的一个，这呢就是树上被另外一个人听到了，一个人站在树上啊，爬在树上的，看了一眼，啊，他说介绍对象了，好像挖苦什么之类的，一看，是那哥哥在那个树上，我怎么一听呢？好像那个说的信息就不对了，又是高年级的，好像是说那个人，没去，很穷，没钱了，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梦。啊，这个，讲的是什么呢？在医学院这么几年，从实际效果来说的话，实际上没学到多少东西啊。没学到多少东西，唯一一个收获啊，从日本联系上了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从日本联系上了啊，然后后来的事情都是，发展都同日本有关了啊，也就是这医学院这么几年，真正从学习的角度来说，真没学到什么东西，啊，那现在回头想想也是。我们临排出来的时候发现那个，西医的很多知识是错的啊，很多知识是错的啊，确实没学到多少东西，但是呢，同日本，确实，有了关系，联系上了，联系上以后呢，就好多的信息来自于日本，然后后面的研究啊什么之类的，那个，钱呢也是我日本妈给我的一个，我才有可能性，不去上班，腾出时间来。研究那些，临界的事情，才走到一步步走到这一步啊，后面，还有事情要做啊，还有事情要做，就是因为有日本关系在那边，有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然后梦里面怎么会梦见一个哥哥爬在树上往下看呢？因为那个哥哥他也去了日本啊，去了日本嫁了一个日本人，这件事情也是提醒同日本有关啊，所以情节当中，有这么一个情况啊，这个就讲的那个，医学院里面学那个西医真的没学到什么东西啊，唯一的收获就同日本那边联系上了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那明白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嗯。